战争年代，中共中央屡处险境，李克农领导情报组织帮助党中央转危为安。敬请收看第二战场即将播出的《隐蔽战线的英杰》第一集《力挽狂澜》。毛泽东曾经称赞道，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李克农却总是谦虚地说，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1931年4月28日早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中共叛徒顾顺章供认后，亲自率领大批军警宪特猛扑上海，意欲将中共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尤其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沪机构一举摧毁。顾顺章在叛变前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着大量核心机密。他的叛变如果没有及时预警，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令徐恩曾大失所望的是，一连三昼夜的大搜捕居然收效甚微。除了小部分中共机构遭到破坏以外，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均已赶在大搜捕之前安全转移。徐恩曾万万没有料到，获取顾顺章叛变绝密情报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与自己朝夕相处、颇为器重和信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他与李克农、胡底，后来被周恩来誉为龙潭。
1927年，由于组织遭到破坏，钱壮飞和胡迪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钱壮飞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招生的广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开办上海无线电训练班的，恰恰是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及亲信徐云增。钱壮飞跟这个徐云增呢，都是浙江湖州的老乡。国民党里边用人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老乡呢是很重要的。蒋介石用的是谁呢？用的是戴笠，用的是陈诚，用的是这个二陈，这些人呢都是浙江人。所以蒋介石有一个不成文规定，一条是老乡，一条呢是这个黄埔系，再一条呢能够对我的绝对忠诚。而这一条呢，徐云增跟这个钱壮飞有个机会，什么机会呢？正好国民党的无线电管理局呢招一个新闻编辑，而这方面呢正好李克农呢这个文史材料比较好，做编辑是比较合适的，曾经做过校长嘛。经由钱壮飞推荐，李克农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便升任电务股股长，通管无线电报务员的登记与考试工作，以此为掩护，开始了情报信息的搜集。1929年12月下旬，国民党正式任命徐云增为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上是调查科主任。徐云增把国民党扩大特务机构对付共产党的绝密事项告诉了钱壮飞。中央决定由已经打入敌人最高特务机关的李克农、钱壮飞、胡迪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同他们联系。钱壮飞受徐云增委托组织反共特务领导机关，包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各地基层特务机构，这样李克农三人就在中央特科的指导下创立并控制了敌特首脑机关的要害部门。位于今天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早在1929年便已建成，80多年来基本保持着旧貌。今天繁华的中山路上，中央饭店并不起眼，熙来攘往的食客们也许很难想到，就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经见证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大战。1930年初，受徐云增委托，钱壮飞将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建在了中央饭店隔壁，设立了指挥全国基层特务机构的秘密电台，悬挂上正源实业社招牌，掩人耳目。徐云增和钱壮飞就在这里办公。
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给徐元增的大部分文件、电报，以及来自汉口、青岛等大中城市特务机构的电报、情报等，钱壮飞都能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堂而皇之地首先看到，提出具体意见后交由徐元增签字。钱壮飞的女婿刘启夫也被安插在这里，担任李克农与钱壮飞之间的秘密交通员。不过在最初阶段，钱壮飞却没有机会接触国民党的绝密情报。国民党里边是做了规定的，对于这个电报的绝密程度呢，它都有规定的。电报的规定里边是分三类，一般的机密电报呢，由这个机要员自己直接翻，机密高一点的，由这个专人负责来翻，那么最高级的绝密电报要由这个负责人直接翻。徐元增将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电报密码本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密不示人。一旦收到绝密情报，他便进入密室亲自翻译。李克农与钱壮飞打入徐元增身边之后，便一直伺机获取这个专用密码本，却始终未能得手。他们就开始研究徐元增的身上的毛病。徐元增的身上毛病就是好色，这个是国民党特务圈内人所皆知。国民党当时的女特务里边有很多跟徐元增都有染，后来是成为76号的头子李士群。当时因为一个问题呢，被徐元增给抓了，判的是死刑。李士群的老婆叫叶吉清，叶吉清呢就逐人荣耀救丈夫，一个是花钱，再一个别人告诉他这个徐元增的特点，所以最后呢，叶吉清投怀送抱，最后终于的把这个李士群呢给救了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是徐元增这人太好色。李克农与钱壮飞很快发现，徐元增虽然在南京上班，却在上海勾搭了一个姘妇，经常趁周末从南京悄悄溜到上海与其幽会。但是由于姘妇的住处不理想，担心丑事败露而忧心忡忡。钱壮飞趁机顺水推舟，建议徐元增将其姘妇安置在了上海自家寓所的前楼居住。这个极为善解人意的举动令徐元增对钱壮飞感激不尽，更视其为心腹。有一次徐元增到上海开会，李克农与钱壮飞告诉徐元增，某处有一位绝色女子。好色的徐元增听后立即打算前往幽会。钱壮飞说呢，那些地方啊，最好身上啊有什么重要东西不要带去。徐元增一想，是啊，带这些东西到那儿去，万一出事儿不好。就把密码本，还有些证件，就交给了钱壮飞，就把他送去了。这样就密码呢就到手了。1931年4月25日，恰逢星期六。徐元增照例从南京赶到上海与其姘妇幽会，钱壮飞则一如既往留守在南京特务总部处理日常事务。傍晚，报务员接连将三封来自汉口注明徐元增亲意的绝密电报送到了钱壮飞办公桌上。又一封急电。好，按照规定，这样的电报钱壮飞是无权翻译的。然而汉口如此高频率地发送绝密电报，钱壮飞断定里面定有蹊跷。他迅速插好门，取出事先复制的高级密码本，开始翻译电报。如能迅速地接到南京，3日之内可将上海共产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这个电报呢，就是国民党武汉行营征集处把这个顾仁章抓起来以后发来的。第一封电报呢，就说黎明，黎明就是顾顺章的化名了。黎明被捕叛变，
现在要迅速的解至南京。第二封电报呢，是讲的是怎么把他送到南京去，啊，就是呢，说是要准备用兵舰解至南京，就是把顾顺章了。前三封电报都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发给徐元增转交陈立夫的，密电内容令钱壮飞大吃一惊。正当他心急如焚又难辨真伪时，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也从汉口陆续发来了三封密电，同样注明徐元增亲意，内容与何成俊发来的大致相同。这个电报呢，当时呢是武汉行营的主任是何振俊，是吧？侦缉处的那个处长呢，副处长呢是那个蔡孟坚，他们呢也互相争功了，啊，这个互相也看不起了，是吧？都想争这个功嘛，这抓到了共产党的这个大头目了嘛，是吧？啊，有的电报是何振俊发的，有的电报就是蔡孟坚发的。如何将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迅速传递给中共中央，已经刻不容缓。钱壮飞仔细记录下电文，将电报重新封好，然后立即回家，让担任他和李克农之间秘密交通员的女婿刘启夫乘火车连夜赶往上海，尽快将这份情报交到李克农手中。4月26日凌晨，刘启夫到达上海，辗转来到李克农所在的秘密工作地点。李克农感到也很吃惊啊，他是顾顺章叛变，是吧？但是呢，这一天呢，又不是中央特科安排和那个李克农接头的人今天不会来，不是接头的日子。他就想，这个情报很紧急的，怎么要尽快送给党中央啊，去报告周恩来呀？啊，他就想到了，要尽快的报告的话，只有找到陈赓，啊，陈赓可以直接送给周恩来，送到党中央去，把这个情报，是吧？可是他又不知道陈赓在什么地方，他又不跟陈赓直接联系，啊，李克农就想办法，哦，对了，可以找到江苏省委，因为江苏省委的地址他可以知道，啊，江苏省委他有好多个那个叫什么联络站，啊，交通站。结果呢，去找了好几个交通站，都没找着。时间急速飞逝，中共中央机关及主要领导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李克农焦急万分。几经辗转，4月27日凌晨，在出租汽车公司，李克农终于找到了陈赓。出租汽车公司是中央特科刚刚建立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大概是27号早晨呢，恩来同志才真正拿到这个情报，知道这个信息，所以在27号呢，中央采取的紧急措施，恩来和陈云呢几乎是2天2夜没有合眼，然后把整个中央的主要部门转移了，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次要的部门呢给破坏掉了。这件事情上，应该说龙潭三杰，特别是钱壮飞和李克农呢，起这个作用是相当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挽救了中央的。顾顺章变节投敌，胡宗南进犯延安，李克农领导情报组织智取绝密情报，帮助党中央巧克强敌，转危为安。蒋介石十分清楚，如果要彻底摧毁共产党，根本办法只有消灭中共首脑机关。1943年6月，蒋介石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但被我方揭露，他在继续寻找时机。解放战争中，当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后，
蒋介石又策动了一次阴谋消灭我党中央指挥机关的行动。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准备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妄图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鼓舞国民党军心士气。当时的兵力呢，我们处于绝对的劣势。那胡宗南呢，他曾经发了一个誓，说我不拿下延安，不结婚，因为胡宗南年龄比较大了，始终没有结婚。那么拿下延安以后，他才结的婚。然而，由于李克农领导的西安情报组织及时报告了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以及陕北等确切情报，使中共中央对胡宗南1943年和1947年这两次行动了如指掌，屡屡挫败了敌人的进攻。通过李克农领导的西安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中共中央了解到，由于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于3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国问题，蒋介石试图借进攻延安对会议施加影响，因此他命令胡宗南于这一天向延安发动全面进攻。紧接着，党中央又收到情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将进攻延安日期推迟3天，原因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需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借助李克农领导的西安情报组织及时提供的准确情报，党中央决定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部队有生力量。1947年3月13日拂晓，胡宗南的部队从宜川、洛川分两路向延安进逼，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在延安以南运动防御，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共歼灭敌军5000余人，极大的挫伤了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士气。3月18日夜晚，毛泽东等人撤离延安，当美式装备的胡宗南部队开进延安时，已是人去楼空。条不紊地制定战略战术，寻机歼灭胡宗南的有生力量，依托的这些情报都是由李克农领导的，早已打入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巧妙获取的。1947年初，国共两党关系完全破裂之后，李克农特别指示西安情报组织，把侦察胡宗南企图进犯陕北的计划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配合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西安情报组织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周恩来与董必武早就巧妙布设在胡宗南身边的一枚贤妻冷子熊向晖。作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除了处理日常文电以外，还要带胡宗南起草讲话稿。他深知胡宗南讲话的特点是具有号召力和鼓动性，便将豪言壮语充斥在为他起草的讲话稿里。胡宗南对此极为赞赏，凡是重要场合的讲话稿，无一不由熊向晖捉刀代笔。1947年3月，已经由胡宗南安排准备出国留学的熊向晖正在杭州度假，却突然被特务用专车接到了南京。不明就里的熊向晖误以为自己身份暴露，结果到了南京以后，胡宗南告诉他现在要准备打仗啊，要进攻延安啊。
他一看是这个事儿，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然后就跟着胡宗南的专机就到了那个西安，到了西安就把他的所有的作战计划都给了那个熊向晖，叫熊向晖画出这个作战草图啊。而李克农一边指挥熊向晖，凭借胡宗南的极度信赖倚重，获取绝密情报；另一方面，则恪尽职守地保卫着延安的党中央安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毛泽东迟迟没有撤离，李克农坚持留在他的身边，周密安排警卫工作。直至3月17日晚间，国民党军先头部队距离延安只有30华里时，李克农才撤离延安。当时李克农领导的西安情报组织侦析，国民党保密局将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位的设备以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胡宗南。据此，周恩来指示李克农将陕北电台停止工作3天，重新进行部署。由于小电台的功率小，敌人的测向设备不易侦测到，因此周恩来指示将司令部的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排至大电台，借以迷惑敌人。李克农智勇兼备，深入龙潭虎穴搜情报、斗敌特，写就不朽篇章。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隐蔽战线的英杰》第2集《化险为夷》。